醒了，你回来了。别醒了，接着睡吧。我去给你弄洗脚水。不用了，你接着睡吧。我说玉叔，你再以后就别来回跑了，在店里住着不是挺好的吗？那可不行，我一会儿不见你啊，我就想你。我这儿没事儿，挺好的嘛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早晚这样来回跑，也当是锻炼了嘛。你说你怎么老不听话呢？ 对了，我啊，今天给玉玺打了个电话，跟他说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就把冷面馆交给他了。你给他打电话了？嗯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？我这不就在跟你商量吗？你这是商量吗？你这是通知。我呀，这是跟你学的。你每次做什么决定，都是做好了决定再告诉我。我呀，只有执行权。 这回就不行，我做一回主吧。那好吧，那你就做回主。不过我觉得玉玺这孩子也行。嗯，我去给弄洗脚水啊。好吧。 二姐夫，这就快到了呀！你开车可真够快的。哼，车好就开得快，这你姐还不让买呢。 当初买车的时候，他说什么买一个简单的代步工具，那么次的车能开吗？就是。万一在路上抛了锚子，咱可就惨喽。我姐呀，她不懂。我觉得住房子就是要住大的，开车要开好的。我姐她保守。哎，你怎么能说你姐保守呢？玉女，这可不是我说的啊。哎，二姐夫，你这就过分了。哼哼，这不也是一代步工具吗？ 回来了，妈！大姐，大姐夫，玉玺，回来了，玉玺回来了啊！妈，快出来，玉玺回来了，玉玺，妈，玉玺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玉玺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受苦了吧。 受苦了，受苦了，受苦了！哎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妈，这是我男朋友崔经理，这是我妈。大妈。
快起来！这是大姐和大姐夫。大姐，大姐夫，你好。这孩子是？这是月花姐的孩子，叫淘淘。来，淘淘，叫姥姥。姥姥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姥姥天天的念叨你。我待会儿就给他送回去。大姐，大姐夫。行了，到底是有出息了。玉玺啊，你大姐夫啊一直在惦记着你呢，说是我们家三个姐妹啊数你最有出息了，都闯到国外去了。小姨，凤珠越长越漂亮了，功课好吗？好。哎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快进屋。啊，我去把炕烧热点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当，见万花都开了，放学歌唱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当。见万花都开了，放学歌唱。哎呀，淘淘唱的真好，真好，好孩子。阿姨，月花姐把孩子给我的时候说，她一定会去接孩子的。可是，她一定是有难处了吧？您别往坏处想，月花姐这么能干，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只要她好好活着。就是不回来，我也知足了。阿姨，有件事儿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有话你就说吧。淘淘，他一直都跟着我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他。要让我离开他，我真舍不得。而且他也习惯跟我一起生活了，所以我想。我想，能不能接他到城里，继续跟我一起过？我一定会给他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，这对淘淘也会比较好的。您看，淘淘，你命好，比你妈妈命好啊。多好看呀，还是你妈小时候戴过的呢。淘淘，就跟你玉玺阿姨去吧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就放心吧，淘淘，跟姥姥再见。再见。哎，那我们走了，玉玺。吃饭就等你了。嗯。哎，这孩子。啊。
我还是舍不得他，所以我和月花妈说了，要她跟我一起过。啊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知道喝，那喝得正高兴呢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行行行，以后啊，我一定给足你面子，行了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跟我去个地方，见个人。见谁啊？你去了就知道。走。什么事儿啊？走吧。啊，玉玺，你回来了。嗯。啊，这是我男朋友崔今日，是大学老师。这是春炫。你好。啊，你们聊，我到那边待一会儿。怎么样，过得还好吗？啊，好，好。嫂子呢？她呀，她也好，还有孩子，都好。啊，这是给你们带了点礼物，我给嫂子带了条裙子，给孩子带了件七彩衣。这多不好意思呀。这是给你的领带。让你做为了，别那么客气。进屋坐会儿。啊，不了，你自己注意身体吧，这两年你都憔悴了。那我先走了。那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走了啊，再见。怎么，不多聊一会儿了？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幸福。玉玺也回来了，啊，咱家里人也齐了，正好，我就把这个项目的问题好好跟你们说说。大姐夫，你这是搞什么大项目啊？是要垫高喜马拉雅山，还是要挖掘北太平洋啊？你姐夫啊，要办一个木耳加工厂。大姐夫，你想办这个木耳加工厂，你能不能先跟我们大伙说说你这个可行性？什么？可行性？什么是可行性？这可行性就是，你想办一个多大的厂子，有多少工人，投多少资，完了挣多少钱，这等等等等，这都属于可行性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咱这个地方地理条件的确是不错。加上天气啊、气候什么的，特别适合于优质木耳的生长。再加上我们村里的劳动力多，我们办那么一个厂子，大家都有点活干，不是吗？大姐夫，看不出来你还挺忧国忧民的嘛。大姐夫，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呀。行了，你们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想想看，咱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去韩国打工的，那还不就是因为咱这儿剩余的劳动力多吗？咱现在办那么个厂子，是不是能够解决一部分这样的问题？再说了，
咱办这么一个厂子，老百姓都有事儿干，有钱挣，谁不愿意啊？嗯，这天时地利人和这都占了，我觉得行，我支持。大姐夫这个想法是好的，可是真的要运作起来吧，有一定难度。是，我为什么找你们来商量，就是为这一点嘛。我现在还真是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。大姐夫，他这个木耳加工啊，分这么几道程序，从选料、软化、干燥、固形、包装，但是这几道程序啊，要求非常严格。你像什么蒸汽锅炉啊，川流式干燥机啊，什么切丝机呀、包装机呀，都得需要进口，而且价格非常贵。嗯，还有一个市场销售的问题，国内市场、国外市场它占多大比例，对吧？一共能卖出多少去，这得事先得计划好了，这东西是吧？是，你们说的有道理，确实有道理。哎呀，我看呐，这件事儿这么复杂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什么叫死心了？我反而是更有信心了，你们两个人可得好好帮我，啊！哎，对了，青日，你怎么对木耳知道的这么多呀？他是大学的生物学老师，我在韩国主修的就是菌类加工。那这事儿不就齐了吗？这才叫天时地利人和，三缺一不可呀，对吧？佳慧，你认识人多，那么关于工商税务这方面的事情，你多为我跑一跑。行，帮我试试。今日啊，啊，那木耳加工工艺方面的事情，那就得拜托你了。只要大姐夫领头干，我尽力而为。方浩，哎，不让人吃饭了啊！先吃饭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。啊，对对对，来，大家吃饭。吃完饭以后继续帮着我出主意啊！好，来来来来，好好好。别看大姐夫坐在家里不动，思想还是蛮活跃的哈。我呀就喜欢大姐夫这股折腾劲儿，生命在于折腾嘛。那是你，大姐夫那是三思而后行，有备而来。大姐夫还真有一股一往无前的折腾劲儿。大姐夫呀，一直都想当将军，指挥千军万马，所以他到哪儿都要整个大事儿，过过将军瘾呗。就是苦了大姐了。我看大姐不怎么苦。你想啊，大姐夫像将军一样在家坐镇，大姐在外边拼杀，这叫夫唱妇随。不像有的人呐，别人出点什么主意，马上就给顶回来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我问问你们这店里有没有米饼？是位作曲家吧？我们这里有进口的和国产的，请问您需要哪一种？我多看看。如果是专业作曲，推荐您这几套设备配置。这多少钱啊？最高的要100多万，中等配置有几十万的。比如这套是40多万的。还有便宜点的吗？嗯，这套吧。这多少钱啊？也是专业级的，最基本的配置大概要12万元左右。12万？嗯。我能拿回去看吗？可以。谢谢啊，请慢走。玉叔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刚干出点名。玉叔姐，玉玺妹妹什么时候来？Thank you.
别叫我失望啊。我走了。白大叔来了，哎，白大叔啊，最近又让狗咬了没有？哪能老让狗咬着？也没少让狗咬。昌浩，哎，听说木耳这东西有营养，给你捎点过来补补身子。那行，哎，谢谢白大叔了。哎，谢什么？别客气啊。那就不谢了，白大叔，反正都是一家人。对，一家人嘛。谁跟你一家人？哎，天下劳苦大众都是一家人。咱们怎么就不能是一家人？说什么呢你？白大叔，白大叔，啊，不是你老这样不行啊，你得想办法。那你跟我说说，啥办法？在这儿说不合适，这样吧。改天你到我的指挥中心去，咱爷儿俩好好唠。指挥中心啊，行，那咱可说好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那我走了。那行，哎，你放心，保证没问题。行啊，我走了啊。那行，哎，白大叔，哎，不送了啊。哎，不送不送。哎，白大叔啊，不坐会儿了，走啊。坐了，一叔回来了。啊。你回来了。啊。这怎么把行李都拿回来了？店里怎么了？玉玺回来了，我交给他做了，我不干了。玉叔，你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呢？你一个人在家，我在店里干活啊，也不安心。再说了，这样跑来跑去，也不是长久的事儿。我就知道你是为了我。也不是完全因为你，我是觉得我自己的能力有限，这样下去。怕影响到金大来的发展，所以呀、就让贤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你对这个店的感情我是知道的，当初接手这个店也是基于这种情感吧。再说了，店里的兄弟姐妹他们都离不开你呀、你说你这样甩手走了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说得对。我呀，是离不开这个店，更离不开这个店的兄弟姐妹们。可是，舍得舍得，有舍才有所得。我呀，其实更离不开你。这样做对你不公平。为什么不公平？对了，这个玉玺这丫头啊，在韩国一家大酒店里面做经理，干得挺不错的。哎，这件事不是你同意的吗？是我同意，我是同意了。好了，不提这个了。一会儿再熬着药。我去看看啊。大江，听说新来那个头是玉书那个小妹妹。嗯。我琢磨这事儿有点怪啊。你说玉书她干的好好的，她咋抽冷了就走人了呢？
是不是他家里遇上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了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你管他闲事干什么呀？这新来的头啊，要是个难伺候的主，那咱可就惨了。这人我见过，挺泼辣的，可不像玉书姐那么迁就。听说他在韩国还找了个男朋友，你说去过国外的，那哪个不都是临时凑一块露水夫妻啊？啊，听说他俩刚认识不到一年，孩子都两岁，那不知道谁和谁弄出来的。别乱说话。是他来了吧？这也太嫩了点了吧？咋还带个保镖呢？啊！请问，这位是大江师傅吗？我姐说有什么事儿多跟您商量。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坐下来，马上开会了。我是金玉书的妹妹，我叫金玉喜，刚从韩国回来，来接手这个店。这位呢是我的男朋友，叫崔金日，来帮我一起做的。以后就请大家多多关照了。既然我接手了这个店，有些话我不得不事先说明。我姐说她和大家关系处得都不错，这店也是在大家帮衬下才能有今天，让我不能亏待了大家，这话我都记住了。但是，我毕竟不是我姐姐，说是这店生意挺好，办得挺红火，还小有名气。但是依我看，这些都只是小打小闹而已。别的不说，就说这环境就缺些吸引人的特点，所以我决定要换一个做法。好好的换个做法，咋换呢？怎么换我就不具体说了，但结果可以告诉大家，就是要把它做成金达莱饭店。饭店？那冷面一向是特色小吃，这小本经营啊，没听说冷面还有拌饭店的。请问这位师傅是？金正龙，后厨两大师傅之一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把做法透露一点给你。有些人挺关心我在韩国是怎么过来的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在汉城的一家酒店打工，职务呢是从帮工做到厨房主管，后来又升为副经理。可是老板欺负我们，所以我二话没说就把他炒了。我这人脾气直，金师傅，您听懂了吗？我宣布，本经理接手后的第一个决定，从现在起，金正龙被解雇。什么？金师傅，你等一会儿可以到财务那儿去领取你的工资。第二个决定，从现在起，
大江担任后厨的厨师长，顺基担任前台经理，工资分别提高一档。还有第三个决定，有人说我带了个保镖过来，他不是保镖，本来是帮我一起做的，可是后来我想了一下，觉得我们俩一起做不太合适，所以我决定从现在起，崔今日不再是本店的人了。好了，散会。等等，你凭什么啊就开除我呀？凭我是经理，是这个店的主管。你玉玺啊，工作时间请叫我经理。经理，金师傅也没说什么太过分的话，能不能跟你姐姐、姐夫商量一下？就是啊，当初艺术姐和昌浩哥答应我们一个都不让走的。没什么可商量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，玉玺，怎么回事儿你？你这上班头一天就把大厨给开了啊？你没看见他一直在下面捣鼓吗？还有我，那我上班头一天你就把我给开了？金日，你说你在店里是算公还是算私呢？他们的眼神你不是没有看出来。要想让他们服气，我就不能靠一个老公整天在旁边撑腰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大公无私，我支持你。可是你也不能这么做呀，我觉得你这么做有点欠头。欠什么呀？我最讨厌那种嚼舌头的人了。不拿他开刀行吗？我这叫杀鸡给猴看，让他们知道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不尊重上级就得严办。哎，谁是猴啊？算了算了，我也不想跟你说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金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学校去。崔今日，你生气了？我这也是为了咱俩好嘛，你要理解我，别生气了啊。嗯，反正你现在也长本事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你这套管理方法真的有问题。那可是在韩国时候你教我的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啊，对了，周末的时候我想回家看看妈妈，你没事儿去买点礼物吧。啊，好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我二姐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你有事打电话啊。再见。说他几句闲话吧，就把人给开了。我在咱们店干了十来年了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？就是，咋说开就开了呢？这不行啊！今天不高兴了，把金师傅开了；明天心情烦躁了，还不知道开咱们谁呢？别看给我提了一句，我今天还真不伺候了。我今天，大江，你们也别急，咱们去找昌浩哥和玉书姐商量商量，跟他们说说去吧。那行，那咱们三个走。大伙听我们消息。那你们别着急啊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辞职？对，不干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玉玺把金师傅给开除了。我就开了一句玩笑，你说他就当真了。那我没。好了，金叔，咱什么都不说了。今天既然你们能来，就说明你们大家心里还有我们夫妻俩。对，我看这样吧，你们啊也不要走了，我做几个菜，大伙儿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，好不好？对，就这么定了。来吧，先喝茶。这是干什么？你说的这是？
你把资本家那一套放在这儿，它行不通。镇子，帮我选两张。燕儿，老师的剧照是吧？真漂亮。要做封面啊？我就讨厌女人拿着自己的形象到处招摇。是我妹妹，刚从韩国回来，买了套房子，想要几张挂在家里。哦。哎，老师，就这几张。老师，昨天晚上您去哪儿了？啊？哦，我去玉玺那儿了。是不是没回家呀？怎么了？昨天是您的生日啊，您忘了？哎呦，昨天晚上再换老师和我们，就为了给您过生日，一直等着您来着。是吗？嗯。贞子，我得走了。你也赶紧收拾一下回家吧，啊！哎，大叔，哎，于你啊，看见赛画了吗？赛画早就出去了。哦，谢谢啊。二姐，哎，玉玺，怎么着？你这大经理当的怎么样啊？姐姐净拿我开心。姐姐，你的照片呢？准备好了，给你。来，哎呀，真是大艺术家呀！这么漂亮照片只挂在家里，是不是太可惜了呀？那还能挂哪儿啊？辛苦大家了。既然我们在家里聚齐了，我们就好好庆贺庆贺。行，承蒙昌浩看得起咱们。那咱们今天就痛痛快快的喝上一回，你们两个随便啊，咱们两个人是一人承包一瓶啊，一人一瓶。嗯，大江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昌浩啊喝不了那么多。玉书姐，就别管他们了，让他们喝个痛快吧。嗨，我这又不是鸿门宴，啊，大江，你说怎么个喝法？这样，我敬你一杯。你要是看得起我大江，你就陪我一杯。为什么敬呢？张浩，说句实在话，以前咱们这个小店啊，眼看就要散摊了，这姐妹们为这件事情没少流眼泪。是你盘下了这个店，保住我们大家伙的饭碗，大家伙感谢你。哎，我代表大伙敬你。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。啊，这第二杯酒呢？这第二杯啊，要感谢你的情深意重。说句心里话，有很多冷面店想让我去掌灶，我都没去。为什么？我就是忘不了你三顾茅庐的这个情分。哎，阿浩，我谢谢你对我的厚爱。大家，这个冷面店全仰仗你了，你能屈尊留下来，这是我们大家的荣幸。哎，这杯酒我喝了。啊啊！第三杯酒呢？这第三杯酒，我要敬你昌浩情深意重。你是个汉子，从做羹汤，还有自动化系统管理，
一直到学校的亲子运动会，让我重新认识你。来，我敬你。都尽管了，我也敬你们三位。你是啊，这第一杯酒，我敬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，很多事做的让我感动。第二杯，这第二杯酒，我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，对我的支持。踏过。